今天吃香酥蚕蛹，有原味和麻辣。我今天吃的是麻辣味，它带皮食，可以当小零食，也可以当下酒菜。作为一个山东人，我是从小吃到大的，个个都这么饱满。焦香酥脆，属于高蛋白小零食。麻麻的，辣辣的，特别香。下手抓。